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6年8月29日，旧历的7月7日，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台语社区是甲水土保持局打造无障碍环境，呈现农村再生优先环境的概念。花旦乡庄啊，由业者开办庄雕演习课程，小朋友除了体验 DIY 趣味，嘛来了解八卦窑崩坑的辉煌故事。各地民众捐花救人，何必中华慈惠堂甲甘泉慈善花灯民间团体是连续15冬固定举办捐花活动。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因应农村老人人口增加，农委会水保局是来改善13个社区的无障碍设施，一方面哦，让农村老人行动方便；另外一方面，嘛希望会当带动无障碍乡亲来到农村旅游。台语社区就特别设计真侪无障碍环境，再去嘛来邀请新疆朋友甲士大体验改善了后的无障碍设施。阿公阿嬷组织做伙共餐食饭，唔那确定中者人际关系，嘛互因享受精彩的老年生活。农委会在农村里面有推动一个农村再生计划，这个计划让社区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做，包括生产、生活、生态、文化跟旅游。那今天看到的是他们在生活面的时候，其实有社区很多的老人家。他们长期有跟近三十位的一个老人家在这边共食共餐，那可以照顾他们的一些起居，包括有出来这边做一些学习，我们透过共餐，他就可以知道说哦，哪些老人家今天不舒服没有出门，赶快去家里面做一个探视。所以农村再生也可以跟社区的这些老人家的一个生活结合在一起。那我们所做的这些社区所做的设施，他就考虑到老人家可以使用。啊，甚至说轮椅族的，有一些身心障碍的可以使用的这些设施，就变成是老人家平常生活就可以使用了。那这一块在跟社区的一个休闲旅游做结合之后，其实外面的这些身障的人的朋友也可以，运用这些设施，他就可以到农村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体验。那我之前带一些朋友到这个农村来，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坐轮椅的也可以在农村做这些这么深入的体验，跟这些田地田园景观做个深入的一个结合。那他们来这边跟阿公阿嬷做一些像这边共餐共食，他也觉得好有趣。原来这些老人家可以在农村里面过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舒适舒服。另外，台语社区嘛，伫无障碍专家甲水保局的协助之下，进行无障碍环境设施的设计。因为这不只是提供予身心障碍者使用，事实上，对着年龄成长，每一个人的身心能力拢有可能退化，会面对无同款的状况。社区想要做微旅行，所以我们在整个去年，我们就把无障碍空间，因为水保局有看到很多社区都有一些长辈不方便，不然认为要做一些无障碍空间，所以我们是把社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点滴，包括我们的大有古厝那边、陈家古厝那边，也做了一些无障碍空间，是让那些身心障碍或者一些比较不方便的人可以来这边可以玩，那也有一些无障碍可以使用，让他们觉得人生就不会有孤独，可以出来走走看看，让他们身心会更快乐、更健康。农村社区优先环境的推动，唔那方便带幼长辈，嘛好新疆朋友会当真欢喜的来到农村社区佚佗，感受水地景观以及带幼干妈店的在地农特产品。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那个来把镜头转来花旦乡，来看有庄仔窑业者不忍心红砖产业文化渐渐消失。
陆续开办真侪增调的研习课程，除了让小朋友体验 DIY 趣味，嘛带着小朋友行入去上界出名的这八卦窑崩坑，让因的暑假生活过了真丰富佮快乐。一走入去这个暗暝蒙的崩坑，就算外口日头真大真炎热，不过崩坑内面算是真凉爽。里面凉凉的，凉凉的哈。隧道窑有点热，啊，前面有点凉凉的。啊，然后那个刚刚听课的时候也觉得很棒。花坛有庄阿窑故乡的美名，全盛时期有六七十间，即马剩无到十分之一。为着要让花坛的传统产业流传落去，业者除了继续烧庄阿以外，也保留完整的崩坑窑。各家游客实在制作砖窑文化以及砖雕课程的体验。我们趁着它还有湿度，还暖暖的，又在进行，就在上面进行画画，哦，雕刻叫做窑前雕。那我们这个窑有多长呢？这个总共有135公尺长，哦，135公尺长。那我们的烟囱有多高呢？我们烟囱有45公尺高，哦。那左边跟右边有没有很多小门？业者强调，透过砖雕技术，会当做成各种的火器，以及古早人使用的石制砖，让小朋友在炎热的天气，唔免吹冷气，就当真清凉，来体验一场砖阿窑的文化之旅。台中的新闻，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为着鼓励民众避起青雾来观花，好比龙华慈惠堂甲甘泉慈善会等民间团体，每个月哦拢会固定举办观花活动。就算毋是礼拜假日，也是吸引真济爱心的民众来观花，嘛替花圃增加上百地惊人的花量。好比龙华慈惠堂结合甘泉慈善会甲百年师社会关怀慈善会等民间团体合办观花活动。这次的捐血单位哦，是由那个龙华慈惠堂、甘泉慈善会、中央狮子会、那个爱心国际狮子会，以及百年师社福关怀慈善会哦，这个很多这个慈善会哦，还有关路协会、彰化地检署的关路协会。现在这个捐血的库存量哦，不到四天，所以捐血是很重要的。哦，可以救人，又可以自己的那个身心健康、新陈代谢。龙华慈惠堂甲甘泉慈善会合办关怀活动已经15年，每个月27号固定举办，只要是拄到假日就会改日子。虽然关怀活动拢伫平常时举办，不过嘛是当收集到上百地会量。所以我们除了很多慈善救助以外，我们把这个捐血活动也列为我们年度的一个慈善活动之一。觉得这个捐血才是真的，有时候社会啊的需要的一个救人的一个举动。我们现在每个月啊27号都会在龙华慈惠堂集结了这些社会的一些慈善团体哈啊，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捐血的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是我们每个国民必须可以做的。而且血你本身没有用掉的话，它自己也会发挥掉，所以。拿这个废物来利用救人是值得的。本身从事医疗相关工作，陈龙新有闲，每3个月固定到龙华堂来参加捐血活动。一个月只能捐一次，然后尽量都固定都是来这边捐。主办单位会准备礼品来感谢民众的关心，另外也阁有善心人士提供脚踏车甲电风做礼品，予民众摸彩。国际赛事会300C3区的营务副总监李春贵表示，提供脚踏车做奖品，会当鼓励民众多多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台中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彰化市无代表未婚男女联谊活动，吸引将近200位未婚男女来报名参加，希望会当找到好姻缘。彰化就业服务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让我们来看看本周职缺有哪些。
招标、打球、马拉松、游泳、跳舞、练武功，比赛就顶尽春风，市民做伙拼健康。幸福彰化，相信赖岸彰，相信赖岸赞。边工作边读大学，建国科大进修推广部四系进修学院二技进修专科学校二专，年笔试独立招生中。玉山当铺，鹿港镇中正路332号，汽机车借款、黄金、名表，中小企业打借款，支客票还款，电话775591，电位775599。今天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依。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七月初九。根据同时记载，明仔在位第一八方，何时是下晡3点到5点，下集的开市加祭祀。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净滩不只是停止垃圾污染的重点，颠倒是每一个人守护海洋的起点。台湾优格饼干学院不只举办净滩活动，还有生态讲座，让参与的民众深刻了解净滩的重要性。今日的在地上水就要请到彰化县旅游产业协会总干事周文琪来讲看卖如何透过企业的力量来守护环境。台湾优格饼干学院利用一部分的山西肉粽角，定期举办净滩活动，守护西部海岸线的生态环境，已经来到第三年。会当看到真侪家庭总动员，带囡仔做回净滩，嘛来进行生态教育。像我们现在在西滨这一块海岸线上，虽然是台湾最大的泥滩地，可是如果说没有去处理这一些的我们所谓的垃圾也好，那所谓的一些废弃物也好，那其实对整个生态会有蛮大的一个冲击。现在有很多企业发挥强大的合作力，纷纷加入守护生态环境的行列。因为其实公益活动它是一个最能凝聚大众的，第一个它参与没有任何的门槛，那第二个是它可以让在地有更多更正向的能量。那其实如果能够吸引更多的志工来为这片土地努力的话，也能慢慢改善大家对于这里的印象。对，因为其实这县溪它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会被冠上一些，例如说比较受污染啊，还是工业区重工业这样子的印象。所以那如果我们慢慢的透过公益活动，透过净滩，透过环境保育来改善大家对于这里的印象。其实净滩这个活动啊，我们一直都有在关注，只是因为当初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那因为有了饼干学院以后啊，关注我们的粉丝比较多了之后呢，我们才下定决心跟环保局一起来推动这样的活动。那因为其实台湾就是一个海岸线的一个岛国，那这个海岸线呢、常常看到很多莫名的垃圾，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来提醒大家，垃圾应该要做好分类回收，然后丢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往大海一丢。那其实这些垃圾除了让鱼遭殃以外，以后其实还是会让自己遭殃。带小朋友参加净滩活动进前，妈妈就先替因建立守护海洋的概念，让囡仔对净滩有初步了解，不只是单纯的捡垃圾。是今天来到这里，他们就有说他们是要来清垃圾，所以他们刚已经捡了一袋，他们就很开心，他们觉得以后就到海里面的生物应该会感谢他们。
为着加深大家对净滩活动的意义，台湾幼儿饼干学院在净滩了后，阁会举办环保讲座。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一边捡垃圾的时候，一边跟他们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让这片土地，让这外面的自然环境不再出现塑胶。那我们有时候会请到环境教育的讲师，我们还结合饼干一起做一个生态栖地的一个互动。那有时候我们会请到可能跟动物比较有关的，例如说什么样的动物它会因为废弃的垃圾和受到栖地的破坏。重点就是希望能够加深他们对于环境保育的这样子的迫切的需求，然后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吴佩纯也表示，台湾优格食品有限公司除了保护生态环境，也长期致力关怀弱势团体活动，回馈乡里。那我们是用企业跟企业的异业结合，然后去带动整个就是号召力真的会比较大。毕竟我们的私部门的团体就是比较弹性，然后行动力比较强，那我们可以说做就做。在慢慢的净滩活动越办越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熟面孔，那也有很多人他越来越会带他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参加，例如说他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他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那甚至会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算是自己搭大众交通运输，他也想要一起来做净滩。甚至这里不是他的家乡，他也是愿意过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活动是越办越成功的。企业投入生态保育，利用强大的号召力，将民众凝聚做伙，透过每次活动累积的成果，让大家感受到世界美好。那其实如果能够吸引更多的志工来为这片土地努力的话，也能慢慢改善大家对于这里的印象。大众新闻叶凤武线西采访报道。六日的画面来看，进入第15年的彰化市无代表镇南宫70未婚男女联谊活动，每年拢有真侪成功配对走入礼堂的新人。今年的联谊活动同款是吸引200位未婚男女来报名参加。这是顺利结婚的庙方，阁会赠送新人金马顶礼品。今年彰化市公所阁加码赠送42寸的液晶电视。有代表的七夕未婚男女联谊，今年真无同款。庙方改变往年的牵红线方式，改用天数两缘的拼图来配对。注意确认点，注意确认点。好，来第一对配对成功。彰化市长柯建富表示，有代表连续15年以来，拢办七夕未婚男女联谊活动。今年有82位男性报名，大部分拢是公务人员，也是科技业的员工。女性有79人参加，多数也拢是公务人员，参加的情况相当踊跃。啊，而且促成咱未婚青年男女会当节省联谊。虽然彰化市无代表管理员会特别办着咱七夕情人节未婚青年男女的这个联谊活动，希望借这个活动会当呢，和咱青年男女。来配对成功，会当结为夫妻。啊，那么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吼，因为咱无代表有服侍着咱管辖老人，借由伊的这个红线，会当牵到这个好姻缘。庙方指出，这项联谊活动每年拢有配对成功的男女结婚，只要结婚，庙方也会送新人金马订礼品。今年市公所阁加码送42寸的液晶电视，要让小家庭添喜气。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关怀弱势民众，除了赠送物资以外，福星歌友协会是特别伫咧河尾的福德宫举办义演活动。除了准备一连串精彩的歌唱表演，也阁有餐点，互乡亲享用。规场的活动是热闹又阁温馨。福星歌友会伫河尾福德宫边的空地举办七夕社区关怀弱势义演活动，表演者盛装打扮，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场面非常热烈。地公，咱用这个七夕的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讲呢，咱着咱的爱心，像着咱的这个七娘妈同款吼，用着伊这个爱心来照顾所有的囡仔同款吼，把咱的爱照着阮的这个福星歌友会，会当把阮的爱散播出去。而且，阮今日嘛邀请到这个福星歌友会这个志工，以及
啊，幸运草爱心志工队大队长吼，来到现场就是讲来慰问所有咱这个啊山里里这个所在的较辛苦啊较弱势这个里边，提供一个餐点，啊，让因来共同来享用安尼。啊，福兴歌友协会关怀弱势，互助社会，这一向都是咱的这个福清歌友会宗旨安尼哈。除了舞台顶精彩活动，福清歌友会嘛请志工到福地宫准备餐点和乡亲享用，另外嘛准备一袋物资要发给社区的弱势民众。今仔日中华关福清歌友协会，啊咧办这个活动是要互在弱势的，互在较艰苦人来遮食一饭咧，啊领一下物件转去食平安。啊咧办这个活动吼，因在里面。大家拢真欢喜。福清歌友会散步欢乐，散步爱，精彩表演带予何美乡亲一个热烈阁温馨的暗暝。大众新闻，洪武何美采访报道。讲过回来，带乡亲来去秀水乡内品尝，当日开始大出的温室梅龙果啊，果肉芳甜，果脆，真受欢迎。本场比赛即将加四口气，在万众瞩目的全球赛全程直播完整呈现。十二小时奋斗，今年网中中 HBO HD 频道强档巨片，精彩不断，最新最 Kido 的热门影集。来来，因为 HD 电影台华语制作，院线强档，追剧神人的最佳选择。动机斗力，新频道就是要让你看的不要不要的。巷仔内大树卡廖丁边，大中华新闻专题在地上水，请在地人带路，走入咱的日常生活，讲出咱的上水故事，请准时收看。欢迎乡亲，带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中华病院的肝胆肠胃科主任陈时鼎。三年来是带领着护肝团队巡回南中华偏乡地区，追踪时间患者，各方称作是南中华的时间守护神。但是这下乡顺境哦，说这个当早就做来的携带式超音波医疗器材真欠缺，因此在中华区的罗秋翁基金会就专工捐赠一台百万级会当早日走的彩色超音波仪器，和中华病院嘛，和这个护工团队会当更加方便照顾南中华乡亲。小小一台检验仪器，率当守护众人的肝脏。过去三年以来，中华病院的护肝团队，刚来当早着组内超音波仪器下乡替患者检查肝脏。即马有了全新的检查仪器，地当更加方便来守护南中华乡亲的健康。一方面，它可以折叠携带，然后可以移动，然后可以先录影再回来上传。那以往没有这样的超音波，我们需要用货车把大型的超音波抬上车，很不方便，而且容易损坏。那有这样新的仪器以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就用一般的轿车就可以，携带到各卫生所去服务民众，照顾民众。有患者讲，就是因为护肝团队下乡巡诊，才当让伊提早发现病症，提早接受治疗。医疗方面啊，除了验血之外，当然要靠一些仪器来加以验证嘛，然后有超音波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给我们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让医生能够判断说，我这个症状大概是什么属于什么样的情形才能够。公开关注携带式彩色超音波仪器的罗秋翁基金会讲，基金会就是真感动护肝团队的用心。关超音波仪器，唔呐帮助护肝团队，也希望予南中华乡亲有更加好的照顾。多中华新闻张世良、保新采访报道。
现在正是品尝梅龙果的季节，秀水乡来到真多温室里面是种植梅龙果，果农林本店种出来梅龙果皮薄肉厚，甜度甚至是高达十多度，深受不少民众喜爱。秀水乡农友林本店以温室无毒方式栽种的梅龙果，现在正是采收期。那是看伊表面安尼吼，表面摸起来是看有伊的骨骨无？哦，骨骨就是代表伊算有诶成熟啊。吼、哦，啊第二点是咱也是同款，看看底部，吼、哦、底部闻看看看，看有咩香气啊出来，看有出来无安尼？吼、哦，啊第三点是讲你看嘛，看底部有小软软安尼，就代表这条是较合适啊。梅龙果啊，口感芳甜，汁多，果肉嘛真高，唔免下皮烤籽直接吃。加上今年气候较烧热，甜度比往年高一两度以上。我是种头五厘啦，哎，五厘梅龙安尼，哎，啊，伊用今年的气候甲顶年的气候比起来，今年的气候是加好，啊，产量拢有增加安尼，哦，啊，品质也加好。哎、欸，比往年、比顶年吼，会加啊，加一两度安尼。一粒一粒的梅龙果啊，外观真有力。秀水乡农会嘛，大力推荐果农出产的梅龙果啊。大概有六位吼，咧种咱这個梅龙果。啊，咱这梅龙果吼，是咱夏季才有诶，就是大概五六月啊、七八月啊，吼安尼，即个夏季的期间才有咧种梅龙果。这温室梅龙果吼。就是甲迄个小果番茄轮作，咱这梅龙果，咱来采收了，到九月、十月遐了，就准备要种咱小果番茄。啊，咱即摆咱秀水农会就是强推小果番茄甲温室梅龙果好轮作。啊，温室梅龙果好，咱拢采用无毒栽培，好啊，然后有机用介质啊好来种植，然后每公斤。现在的售价能够到达150块。一切开就会当闻到真高的果香，水分饱满，加一嘴啊清甜可口。秀水乡出产的温室梅龙果啊，嘛准备要再创响亮名气。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87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7.1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菜上价51，中价45，下价34.8元。青菜上价86，中价117，下价80。肉啊上价70，中价40，下价20.3元。菜刀上价68，中价54，下价37。韭菜花上价81，中价62，下价56.4元。高丽菜上价41，中价30，下价20。包心饼上价33，中价22，下价15.6元。葱头上价27，中价23，下价20。菜头上价16，中价12，下价8元。葱仔上价105，中价129，下价101元。牛仔上价18，中价14，下价10元。苦瓜上价71，中价43，下价22元。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想前冲，
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